原来精通医术的高和贵竟然是新型鸦片的研发者，左之助的朋友就是死在这种鸦片之下的。尽管高和贵的所作所为是受官柳的胁迫，还救了迷彦，可左之助还是有些不能原谅他。不过不能原谅是不能原谅，当高和贵被官柳手下抓走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冲了上去，与绿巨人一样的护卫长展开大战。结果刚刚艰难地打败了护卫长，高和贵却被突然出现的机关头抓住了。高和贵已经发过誓宁死不再做鸦片，看样子再回到官柳身边真的会凶多吉少。于是为了救下高和贵，剑心、左之助和勋决定一起闯入官柳的宅邸。夜里官柳豪宅的庭院里灯火通明，防卫严谨。突然庭院大门被利刃击碎，剑心一行人径直闯了进来。他们不由分说快速挥动手中的武器，就与护院们展开大战。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，他们必须尽快救出高和贵。而与此同时，官柳先生与高和贵再次见面了。他满脸贪婪地看着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子，这可是他的摇钱树呀，只要他能不断做出成本低点的鸦片，钱就会流水一般涌入自己的囊中。可高和贵的眼睛却无悲无喜，他既然回来了，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当然死也不能白死，高和贵要拉着官柳一起下地狱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高和贵从衣服里拿出一把短刃，就猛地刺向近在咫尺的官柳，把官柳吓得脸都变形了。结果短刃刺出的一瞬间居然消失了，原来那短刃早就被玉婷翻中的鬼面人抢走了。官柳气得一巴掌将高和贵打倒在地，他现在还不能杀了这个女人，不过也不会让高和贵好过，他要让高和贵生不如死。这时候满院子的护卫已经被剑心等人打成猪头，官柳的火枪队登场了。眼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，剑心提着逆刃刀毫不畏惧地加速急冲而过，而火枪队长刚反应过来，就又被左之助扔过去的迷眼砸中。随后剑心和左之助等人左右夹击，很快火枪队就全倒在了地上，就连队长也被熏一个木刀敲肿了脑袋。眼看楼下的剑心一行人打得护院们全军覆没，官柳连气带吓的面容扭曲，他不明白匪村拔刀斋救高和贵能捞到什么好处。一旁的鬼面人不由讥讽起来，如果能用利益驱使拔刀斋的话，那拔刀斋已经是军队高层的干部了。官柳本不想跟拔刀斋这种刽子手为敌，正要离开，却看到楼下剑心正死死地盯着自己，还要他赎罪并把高和贵交出来。这让官柳的贪婪和愤怒最终战胜了他的胆怯，他随即鼓着巴掌摆出一副奸诈不已的笑脸，邀请剑心加入玉庭番众，还承诺给剑心50倍的报酬。然而这对剑心来说简直是侮辱，剑心一点也不想听，只想要官柳赶紧把人交出来。他一步步往官柳大宅逼近，吓得官柳赶紧把报酬提高到100倍、200倍，可剑心依旧毫不动摇，还是死死地看着官柳。官柳吓得大汗淋漓，眉毛不住地跳动，无奈之下只好同意放了高和贵。但是他要一小时的准备时间，放个人还要准备什么呢？官柳自然是想用这一小时逼迫高和贵给他新型鸦片的配方。听了官柳的话，剑心并没有表态，他只是走到路灯旁边，一个拔刀式就将路灯的水泥底座砍飞了。看着剑心恐怖的攻击力，官柳都快吓哭了。剑心告诉官柳，你要是不肯主动放人，那我们就自行将高和贵带走。官柳终于狗急跳墙了，他命令鬼面人去把剑心干掉，还表示自己之所以养着玉婷番众，就是为了这样的时刻。结果鬼面人听到这话后，一把抓住了官柳的衣服领子，他恶狠狠地告诉官柳，能够命令我们玉婷番众的只有首领四乃森苍子大人，你说话算个屁呀。没想到这时官柳相当硬气，你觉得是谁重金聘用你们的首领的？你们的首领也不敢这么对我说话。官柳说完哈哈大笑，而就在这时苍子出现了，他淡然地表示他们玉庭番众一定会干掉剑心，但也希望官柳搞清楚，玉庭番众之所以与剑心为敌，并不是为了官柳，而是为了证明玉庭番众才是最强的。比起官柳这种掉进钱眼里的人，苍子更佩服那些为了理想甘愿献身的维新志士，他们曾经是玉庭番众最好的敌人，可惜现在很多志士都已经腐化了。苍子随即准备去会一会剑心，至于官柳的死活，他们玉庭番众丝毫不感兴趣。说罢苍子带着高和贵就离开了。官柳切实地感觉到了什么叫众叛亲离，他恨得牙都痒了。苍子将高和贵带到3楼的展望室，将刚才高和贵企图刺杀官柳时用的短刀还给了他，还说神谷道场的那些人来救你了，可他们根本到不了这里，就会被我的人杀光，到时候等着你的就是官柳的报复，所以你是想痛苦的活着还是安乐的死去，就你自己选吧。此时剑心等人已经进入了官柳大宅，鬼面人般若正等在玄关通道，他是玉庭番众的第一道防线，眼看剑心等人并没有知难而退的打算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即般若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，挥拳对着剑心就是一套连招，他的拳头速度极快，而且皮手套下面还裹着铁甲，普通人极难躲避这样强势的攻击。剑心仿佛没进入状态，居然刚开战就被般若两拳打得鼻青脸肿，迷眼气的跳脚骂人，剑心你这是在叠被动技能吗？
剑心却说自己刚才明明已经看穿了般若的直拳和反手拳，却在躲避的时候发现般若的拳头突然伸长了。般若哈哈大笑，表示这是自己的身腕之术，要是拔刀斋连这都破解不了，是不可能战胜苍子大人的。于是为了对付般若的招式，剑心摆出了古流剑术中最强的防御架势，信剑的姿态。眼看剑心从攻击转为防守，般若突然觉得拔刀斋也不过如此，他快速冲向前，打算故技重施，竟迎着剑心的刀锋直接挥拳砸向剑心的头部，感觉没打到剑心，自己的胳膊窝就要被捅穿，难道他的手真能伸那么长吗？而就在般若再次使出身腕之术的时候，剑心突然眼神一变，一个转身就躲过了他的拳头，还反手一拳砸中了般若的面具。般若当即痛苦地捂住了脸，原来身腕之术的关键就是般若手腕上的横条刺青，横条刺青在快速移动时会让人的眼睛产生错觉，从而无法正确分辨敌人的拳头长短。刚才剑心的信剑姿态其实不是为了防守，而是为了丈量般若手臂的长度。般若此时也已经明白了一切，他确实有些小看拔刀斋了，脸上的面具碎片一片片落下，露出了他犹如恶鬼一样的面容，把众人都惊住了。般若一路是从地狱里杀出来的，因为相信苍子，相信江湖城的玉庭幡众是最强的存在，才战斗到如今。他随即亮出了手套里的钩爪，今天就是为了玉庭幡众的荣誉，他也要在这里干掉拔刀斋。般若与剑心再次站在一处，兵器在空气中碰撞出激烈的火花，两人擦身而过，剑心的肩膀被钩爪划出一道血痕，而般若正嚣张着，手上的钩爪却全部碎裂了，自己也倒地不起。剑心赶紧带着大家冲向了关柳大宅的深处，左之助转头看着倒下的般若，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的那些敌人，他们所敬重的苍子到底是何许人呢？前面一众官柳的护院拦在楼梯口，结果左之助二话不说再次提起迷焰扔了过去，将人圈砸出一道缺口，自己和剑心直冲上楼，把这些护院都交给迷焰和熏对付。等剑心和左之助来到二楼，打开大门，发现一身封印的苍子正等在里面。苍子告诉剑心，如果想救人就来打败我吧。说吧，他亮出了自己的武器，居然是一把小太刀，这种刀子长度介于短刀和长刀之间，虽然攻击不行，却有着更好的防御力。左之助这时眼看苍子都没拿正眼瞧自己，于是没等剑心出手，就自己先冲了过去。可苍子轻松避开左之助的攻击后，反手就一记手刀把左之助打飞了。这时迷焰和熏刚好赶到，赶紧把左之助扶起，看到苍子拿着小太刀，两人都有些惊奇，难道苍子是防守为主的吗？一时间剑心都有些疑惑了。苍子看剑心不冲上来，就自己拔出小太刀冲向了剑心，剑心只好拔刀迎战，却不料苍子表面上用刀攻击，实际上却是拳脚相加，一套组合拳脚把剑心打得连连后退。不过剑心虽然挨了打，可也看明白了，苍子的小太刀只是用来防御，他是像般若一样用拳法进行攻击的。结果苍子表示剑心弄错了一件事，般若的拳法其实是他教的，他的出拳速度与力度般若完全无法比拟。而就在这时，剑心被打中的部位突然传来一阵剧痛，疼得他跪倒在地，口吐鲜血。剑心最终强忍剧痛站了起来，他看出来苍子并不是替官柳卖命的那种人，因此很不理解苍子为什么要与自己为敌。苍子傲然地告诉剑心，他这么做就是要证明玉庭幡众才是最强的，如果当初维新政府的官兵与幕府在江户而不是在京都进行对决的话，他们玉庭幡众一定会火烧江户城，把官军里的重要人物全都杀死，到时候现在的官军群龙无首，人数占优的幕府就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。迷彦听到这里很是不爽，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呢？你这个白痴。苍子冷眼看向迷彦等人，是吗？那我可以在东京再现一次。不过苍子很清楚现在这么做已经没意义了，他举刀对准剑心，只要在这里干掉当年维新志士中最强的匪孙拔刀斋，这样玉庭幡众的地位就无可撼动。剑心十分瞧不起苍子这种人，当时双方的混战虽然死伤无数，但是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未来和百姓的幸福而死的，他们是真正的英雄。可苍子现在只是为了自己的好胜心就掀起战斗，还不惜让百姓们受苦，这样的人他剑心无法坐视不管。剑心随即一个闪身就劈向苍子的头部，可剑心的刀快，苍子的拳脚更快，剑心的攻击对他没有丝毫威胁，几招之后剑心就再次被苍子一拳打出战圈，而苍子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。迷焰已经看得浑身发抖，苍子真的太强了。不过剑心几次受挫，终于想出了克制小太刀的办法，这让苍子觉得相当好笑。他慢慢走到剑心身前，然后突然就是一刀，结果剑心竟然挡住了，他一把抓在了自己逆刃刀的刀刃上，趁着苍子吃惊之际，反手就用刀柄打在了苍子的喉咙上，将苍子打得连连后退。原来逆刃刀的刀刃太长，
使用起来速度自然比不上小太刀，于是剑心就想到把刀刃缩短这个办法。看到剑心满是鲜血的手，苍子十分佩服剑心的敏锐与果敢。果然面对剑心这种高手，不使出绝学似乎不太礼貌。随后只见苍子一跃而起，当头就向剑心劈去，结果速度慢的都让剑心惊讶了。正疑惑之际，剑心又发现苍子突然出现在自己身后，然后就是身侧。苍子的位置不断变化，让人完全无法捉摸他的位置。这就是四乃森苍子的真正刀法，实战剑舞。剑心疲于挥剑，却完全看不出苍子到底在哪儿。苍子终于抓住机会，使出了回天剑舞。剑心前胸瞬间出现了三道深深的伤痕，他重重摔倒在地，一动不动。这时苍子十分自信地告诉所有人，从来没人能挡得住自己这一招，拔刀斋能死在这招下也算是死得其所。佐之助等人彻底呆住了，勋大喊着剑心的名字就要哭出来，而迷彦更是咆哮着要冲上去与苍子同归于尽。可这时剑心居然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迷彦作为神谷活心流的重要继承人，他才不会让迷彦死在这里，并且自己也还不能死呀。苍子大为吃惊，刚才自己明明砍中了剑心的要害呀。只见剑心举起手中的刀鞘，刀鞘已经断为几节了，原来刚才他就是用这东西挡住了苍子的大部分力量。苍子不信邪，再度使出回天剑舞。现在的剑心已经伤痕累累，精疲力尽，他不信这次剑心还能躲得过去。于是下一秒，带血的长刀飞到半空中，剑心竟然抛下了自己的刀，然后空手接白刃。他抓住了苍子招式中的唯一破绽，这让众人都呆住了，苍子更是难以置信。而剑心随即怒吼一声，双手夹刀猛地用力向前一顶。还有许多等待拯救的百姓，还有许多分享悲喜的伙伴，自己怎么可以输？小太太的刀柄正好撞在苍子的喉头，苍子口吐鲜血，几乎无法呼吸，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输了。听到剑心叫自己回去，苍子激愤中硬顶着上前，然后一拳把剑心打飞，而自己却倒地昏迷不醒。佐之助等人见此赶紧冲上前去查看剑心的情况，好在剑心并没有大碍，他还真有点感动于迷彦刚才的发言。现在他们打败了玉庭番中的最大 BOSS， 终于可以救高和会离开这里了。这时大厅的门骤然打开，那些被打败的玉庭番众成员全都出现在门口，苍子也踉跄地从地上爬起来。他问剑心为何不杀了他，剑心说自己现在只是浪客，不是刽子手，既然苍子那么厉害，活下去的话或许可以在其他领域有发挥空间呢，为什么要执着于强与不强？结果玉庭番众的成员告诉剑心，首领变成如今的样子都是因为他们。其实玉庭番众中的很多人都获得了新生，可只有他们几个除了当杀手以外什么都做不好，是首领没有舍弃他们，甚至不惜拒绝当官的机会，为他们几个人找到了新的容身之地。苍子也有些动情了，他告诉身后的众人，是我把你们培养成玉庭番众的，虽然幕府败了，至少我想让你们冠上最强的殊荣。苍子随即让剑心了结自己，要不然自己绝对会阴魂不散地找剑心麻烦。然而剑心才不会杀人了，只要不牵连无辜的人，剑心让苍子什么时候来都行。大厅的门突然被子弹打碎，是官柳带着他的加特林走进了大厅。因为被剑心和玉庭番众的人看不起，他现在几乎都癫狂了，因此不由分说对着在场的所有人无差别扫射。这枪一分钟能射200发子弹，再强的武士也很难躲过，这就是科学的力量，他就是要用这力量杀光所有看不起他，所有阻拦他的人。加特林的咆哮声惊住了展望室里的高和会，他心惊不已，真的是害怕剑心等人遭了重。大厅里加特林和官柳还在咆哮，眼看般若要被子弹打中，苍子冲过去把般若推开，结果自己的双腿却被加特林射成了筛子。官柳见此哈哈大笑，他告诉所有人，贩卖鸦片不过是小菜，自己的终极目标就是贩卖军火，自己才不管会有多少人死在战争之中，能赚到钱才是最终的目标。说着官柳再次发动加特林，一梭梭子弹毫不留情地向苍子射去，眼看苍子就要出事，绿巨人护卫长却毫不犹豫地挡在了苍子身前，能用自己锻炼的这身肌肉给首领做盾，他真的心满意足了。护卫长说完就轰然倒地，官柳很快开始第二轮射击，喷火男和机关头配合着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身躯吸引飞来的一颗颗子弹，机关头更是在最后一刻朝子弹带上射出了一枚弹头。眼看着昔日的战友一个个倒在自己面前，苍子真的心如刀割。而就在官柳攻击喷火男和机关头的时候，般若突然站出来告诉剑心等人，高和会就被关在三楼的展望室。剑心于是拜托佐之助和勋他们赶紧去把高和会救出来，自己则留在这里配合般若干掉官柳。只见般若与剑心一左一右分别行动，般若不顾苍子的劝阻扑向官柳，剑心则去捡之前掉在地上的逆刃刀。官柳终于是干掉了般若，他调转枪头狰狞地看向拔刀斋，他癫狂地大叫着，
这一下你也要完蛋了，所有人都在没有碰到我一根汗毛的情况下白白送死。哈哈哈哈，去死吧，拔刀斋。加特林随即喷出无数火舌，而这时剑心竟然不管不顾地冲了过去，他顶着枪林弹雨快速奔跑，突然关柳的加特林卡壳了，赫然就是机关头拼死撤出的弹头起了作用。剑心利用这个空档一跃而起，一刀砍断了加特林的发射手柄，随后一刀抽得关柳倒地不起，玉婷翻中的四人都死了。剑心告诉苍子，他们没有白白牺牲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战胜了加特林，他们是最强的战士。苍子紧握着拳头，任由鲜血不停地流下，最后只能痛苦地仰天咆哮。展望室里，高和会陷入了极度的不安，剑心他们是不可能战胜加特林的，剑心他们已经死了，他喃喃自语，我真的好高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高和会最终拿出那把匕首，狠狠刺向自己心窝。当明艳和剑心等人赶到，只看到了飞溅而出的鲜血，好在这血是左之柱的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左之柱一把握住了刀刃，高和会泪流满面，他没想到剑心他们都没事，然而自己制造鸦片害了无数人，他真的觉得自己只能以死来偿还自己的罪孽了。左之柱气得大吼，你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努力才来到这里吗？你知道楼下为了救你死了多少人吗？难道我们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看你自杀吗？剑心也告诉高和会，就算你死了，那些因你而死的人也不会活过来，你还不如活着拯救更多的人，这才是你赎罪的唯一办法，而这也是刽子手拔刀斋能活到今天的理由。就这样，高和会活了下来，他决定跟随玄斋大夫好好学习医术，用医术救更多的人。而昨夜的战斗到底惊动了警察，等警察冲进关柳家，发现只有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关柳躺在地上，苍子和玉婷翻住的人全都不见了。苍子悄悄将自己的四个兄弟带到森林里安葬，他最后缓缓走向了森林深处。我是黑白，下期见。